哦，王老板，等会儿啊！哎，总裁等等你了，那车上坏了，被别人看见，怎么办呀？对，把空调打开，再开个外循环，不然时间久了容易闷呀。哼，死鬼！在城内道路上的一车内发现一男一女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，二人关系尚不明确。看来以后停车熄火可不能开个循环呀！哎呦，我得憋好气啊，还来吃啥饭去？